纽西兰北岛剑桥附近有一个别出心裁、充满绿意的树教堂，无论是教堂建筑或是花园，全部都由树木组成。这座有名的树教堂是一名叫贝瑞的纽西兰人一点一点亲自种出来的。当初为什么会有打造树教堂的想法呢？喜爱教堂和园艺的贝瑞在一次旅行中萌生出这个想法。他拜访了世界各地的教堂后，想要建一个有如世外桃源般的建筑。因此他细心地选树、种树，自己在自家后院组装框架，利用铁架将教堂雏形抓出来，然后等它顺着支架慢慢长出来。为了等待树木成长，整座教堂耗费了4年的时间才完工。教堂内的树墙上还有窗户构架，教堂内安放有坐凳，可以容纳上百人。如今的树教堂花园可以预约举办婚礼和各类私人活动，也提供民众参观游玩。